你这个地大如何厉害，你怎么搞这么我这个厉害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个？我知道了，记得，他遇强于强，遇强就肯定挨揍，还将我变成枪击市场里面最与红暴的猛兵。啊，埋在保安，好的，就在卫生保险套里啊。另外在我们就是杨伯伯吧，什么事啊，博士？某爷，我想约你逛街、看电影、晒月亮，不知那下如何？走着呢，博士。我先跟你逛街。